我看你这次怎么抢我吃的！啊！啊，真香！哎呀！爽！嗯，又搞这个，选一个吧，我选这个。走！哈哈，吃大肠喽！嗯，还吃辣椒？我都失业了，你还欺负我？啊！大肠给我，你们先交给我了。你快说呀！失业了，别急啊。那我帮他们工作机会那么多，厨师、收银、司机啥都有，好多都包吃包住，远远观望，多进去肯定有适合的。嗯，啊，真香。嗯。叮叮叮，给你准备的帝王套餐，吃吧。哦，对我这么好。真香、啊嗯！吃饱了？啊、就是了，爽！还玩这招？走！嘿！你是不是在找这个？看着我吃吧。安格斯牛肉16毫米后制，汁香浓郁的口感，鲜嫩多汁，意式黑醋与烧烤酱混合的全新口味，一个我也吃不完，剩下的赶紧吃吧。啊，真香、麦当劳意式黑醋烧烤风味安格斯厚牛堡，是黑珍珠主厨推荐的麦当劳安格斯新品，快来麦当劳拔刀品尝吧。叮叮叮，又想吃多食啊。真香、啊、爽！叮叮叮！哦，还想吃独食？快递到了。剧情不对呀、你是不是在找这个？真香爽！先上课喽！哇，烧烤呢？看好了。这能好吃吗？外卖到了。啊，真香、我看着欧洲杯，吃着夜宵，它不美吗？哇！用美团外卖点夜宵，直接点击左下角，最高可领取88元红包，还可参与欧洲杯猜球赢积分，更多惊喜红包等你来拿。用魔鬼椒小火慢熬了3个小时的爆辣猪皮，达成！敢不敢挑战一下我的爆辣猪皮？拿来吧你！你这差点味儿啊！不辣吗？还好我带了我的秘制辣椒酱。你牛！啊，真香、开饭喽！这里面肯定有诈。还是王炸，吃你的辣椒吧。啊，真香！叮叮叮！想吃多食，看我的！小帅、快，表妹失恋的事都忘了，赶紧去安慰安慰。人呢？调虎离山，走！表妹都失恋了，你还用心去开玩笑？我早就跟表妹安排好了，上次因为不幸，有遇见很多单身的人，一上线就有很多人给你打招呼，聊得好了就可以约到线下见面，点左下角就可以下载。啊，真香呀！没球？对呀、这个菜是硬的呀，你自己吃吧。对了，你见我熬的汤了没？我都不能吃没球了，我见你什么汤？也是。口感绵柔，风味十足，营养全面，口味还多，锅具的汤料包使用方便，老少皆宜。开饭了！哇，猪蹄我最喜欢了。哎，味道很不对啊，不管了。好吃、这可是我家老最喜欢的臭豆腐。啊，真香、现实中的吃独食。走。网络中的吃独食。走。
像一颗石头，紧紧地锁住我心头波涛，我想泪流，原来爱没有遗弃我，你的爱会将我灌醉。这里冰冷的味儿也太大了吧！先来点臭豆腐，再加上白醋和红醋，再来上魔鬼辣。你这是做的粑粑了，这么大的味儿。这是我自制的螺蛳粉，你要不要来一口？你口味是真的重。哎，这不是我的小电锅吗？你把我锅都弄臭了。没事，我再给你买一个，京东家电五一换新装，领十一换新补贴，适合优惠20%，唤醒你的生活。真香。那是我刚买的多肉，你要干嘛？这叫瓦松，不但好吃，还是一种药材呢。尝尝我的瓦松。不是你的多肉，我刚买的多肉。哎呀。真香啊。酸酸甜甜真好吃。辣椒做的冰糖葫芦吃过吗？今天就让大乔来挑战一下。先来上冰糖和水熬个糖浆，再给辣椒穿上一层糖衣。快尝尝我为你特制的糖葫芦。哇，看起来不错。外酥里嫩，甜中带辣，你来试一串。有这么好吃吗？这撒辣椒面就更好吃了。小甜甜快长大，看到了。哇，不对，大家，哇，真香啊。爽。今天就让你挑战一下东北爆辣粉耗子。这玩意有那么辣吗？你好自为之。这也没啥味儿啊，加点辣椒酱。就是这个味儿。真香啊。爽。冰冰爱咋不是这么吃的？你看这里边都是麻辣啊，差点上你当，还等着吃皮呢。这个我给你扔掉。这个好像也不能吃吧。你竟然敢吃。别对不起嘛，为了补偿你，我早在中午给你买了身新衣服，你看都是国潮大牌，不但款式多还保真，你穿的绝对是这台车上出现过的。真香。冰冰，你这鸡瓜也太大了吧。看你没见过世面的样子，等着尝尝我的柠檬鸡爪。我不敢吃。这个应该很贵吧？不贵，我把这手机包装在 APP 上卖了，回收价格比手机店高3-4倍，下单顺丰免费上门取件，省自己出，还有高补贴哦。真香啊。小帅小帅，今天我给你做一个冰激凌，西瓜冰激凌，我最喜欢了。完成，这要是能吃，我一个韩粉丝的爸爸。那你说的做到。真香、我还是吃我的冰激凌去吧。麦当劳杨枝甘露系列，香滑可口，自带美好寓意，不可错过的夏日神仙甜点，大家快去麦当劳打卡品尝吧。不可能就一块肉，这家伙肯定想吃肉食，看我的，你自己吃吧。我早已看穿了你的套路。真香啊。爽，尝尝我的火龙果炖大肠吧。先放入火龙果，再加入大肠。冰冰冰，把路边的草帽还给我。你等会儿，这颜色不对呀、算了，你自己吃吧。我还是玩我的航海王热血航线吧。这个游戏可以让您重温航海王23年来所有热血感人剧情，画面真实，连招炫酷。点击左下角，一起来玩吧。你先吃，你先吃，我帮你玩。真香啊。羊粪球你都吃？你懂什么？这是我刚摘的新鲜的蓝莓。你等一下。你搞这么多辣椒，我还怎么吃？吃不了，那我就不吃了。软糯甜辣，真不错。真香啊！菜，尝尝我最爱的爆辣雪糕吧，再蘸点巧克力。小帅，陆飞。你是在叫我吗？快尝我给你做的雪糕。切，没空，雪糕比吃雪糕还重要。当然是航海王热血航线
现在航海王已经出手游了，原版声优配音还原度特别高，画面真实，连招炫酷。哇，你先吃雪糕吧，让我玩会儿。尝尝我的爆辣麦丽素吧。先加入辣椒化成大瓶汁，再倒入模具，冷静一小时完成。哇，这是什么呀？这是麦丽素，还是冰镇的，还是山楂味的？呸，怎么这么辣呀？我这是辣椒口味的。我刚叫了外卖夜宵，你给我等着。那真香。我看着欧洲杯，吃着夜宵，用美团外卖点夜宵，直接点击左下角，最高可领取88元红包，还可参与欧洲杯猜球赢积分，更多惊喜红包等你来拿。开饭喽！吃煎饼没有菜吗？四个菜。你自己慢慢吃吧。它真香。那就别逞能了，好了好了好了，以后再也不吃辣椒了。咦，烤鸭，又是辣椒，大超，再来帮我冲冲。啊，真香，整天就会吃这些稀奇古怪的东西，手下留情。你怎么可以这样？这是我找了很久的鸡屁股。地世上最鲜美的地方，烤着它不香吗？要不要来一串？咦，你自己慢慢享用吧。切，它真香。菜，吃啥呢，大叔？我吃牛肉面呢，没点追求。它真香，哇哦！拿来吧你，有好吃的店都不叫我。啊，别你别什么别，你个小贱娃，什么东西啊，这么硬，鸭肉都割掉了。啊，吃都不会吃，碳烤猪肝肯定是切片的嘛。真香。吃饱了，跳个舞。轻松的 Let's go。 周宝说的操险他在哪里，距离市区81.8公里，大汗淋漓，腿已经走稀，直呼内行。呀呀，你真的可8.18京东汽车生活节踩开饭喽。今天要吃土吗？对呀，家里的条件你又不是不知道。那你自己吃吧。嘿嘿，吃独食的感觉就是爽。它真香。剩下的这个给元宝吃。元宝，你安心吃吧，京东搜索安心养宠令，199减100神券。嗨。